像童子军在卖饼干了。我们这边完全是一个溜滑梯的概念，完全不同一组啊。这个啊啊，情人节快乐！哎呦，真是，哎呦，真是，哦，从来没收过人家送我这个的。佳琪姐，谢谢你，情人节快乐，情人节快乐。哎，伊亚伦来，你是这一组的吧？好，这个不，这是相对伟民啊。现在小孩真的发育得很好。对呀，对呀、啊。好，谢谢雅露，请回去坐了。我们只是祝你情人节快乐。想请你出来，让我们羞辱一下就好了哈。哎，刚刚提到这个两位，这两位是您同学吗？还是？一个是表姐。啊，表姐，表姐是哪一位？哦，就是在幕后一直编舞的那个。对。每次问到你这舞好好看，谁编的？我表姐。今天表姐终于出来，这首舞也是表姐编的吧？对。啊，对。表姐为什么这么会编舞啊？他是舞蹈系的、啊、小时候有学跳舞。那你现在念什么科系？现在是音乐系的。啊、哦、音乐系啊、哦、反而注重了音乐、哦、你擅长什么乐器、啊、我是主修钢琴，然后副修大提琴。哦，那厉害呢。我们先谢谢表姐跟表姐同学。好，谢谢谢谢你们、啊、哎呀，往那边站一点来。我们访问到张嘉宇。张嘉宇哦，个子那么高，是爸爸个子也应该很高吧？对，爸爸的职业是、嗯、他是职业军人。职业军人，对。那爸爸妈妈谈恋爱的过程有跟你讲过吗？有，就是因为爸爸那时候也是在当兵、哦、对，所以就是聚少离多、啊是啊、所以他们就是交往八年，很久。哇、哦、爱情长跑。哎，先跟我报告，职业军人过去比较忙，过去更糟、嗯、就调来调去，调马祖，调金门。你今天移防部队移防，他就那时候还没结婚，不可能家眷跟着跑，更少见面，聚少离多、嗯、对啊。然后爸爸他就跟妈妈说他一定会让他一辈子幸福。他怎么跟你求婚？都谈恋爱八年了，为什么到第八年才求？爸爸你可以讲。爸爸不浪漫。为什么到第八年才求婚？也没有正式求婚嘞，就说我会给你幸福，就直接去女方就要讲亲戚了。哦，直接就说来结婚。对方刚不反对？哎，没有。可是妈妈看起来好年轻哦，结婚到现在、啊、个子都比女儿小了吧？差不多高了。哦，你看这小孩子又升学了。对呀、啊。对，你们趁出去一定要说姐妹吧？对。对，很像姐妹啊。对，好，好，那我们先请老师来讲评。好，徐景淳老师请。嘉宇，你今天的造型跟你邀请的两个一起跳舞的好朋友，我觉得这个安排非常棒。然后我觉得你们表现的感觉非常亮丽，然后就是表现出那种少女的青春的那种感觉。特别觉得你很，今天特别发现其实你唱跳是很适合的，很好看。其实我们台湾这几年都有一些这个少女去参加很棒的国际的不同国家的这种少女组。我刚刚就特别觉得哎，其实你是可以有这样的潜力的。另外呢，老师再提醒你一点，就是说快歌我们怎么去分配我们的呼吸是很重要的。你的呼吸如果长度不对的时候，你的下一句出来可能就会赶或者是慢，就不会在很准的地方。不管快歌慢歌，呼吸都是拍子里面的一份子、一部分。所以我们练唱呼吸要注意，也是要练习的那个部分。好，今天很棒，四个人都非常的棒。老师可不可以特别说一下，我觉得我们这一组简直是不得了。我每一次看到我们的青少年组，我觉得四个小朋友都集中自己的力量，然后把自己表现出来，那种感觉我会感觉很感动，而且好开心。然后呢，我会特别觉得你们每一个人都很用心去安排自己要表现的东西，不管是样子啦，还有你练习唱啦，还有你的走位啦，还有你的身体的姿势啦，我觉得你们都很用心。那这样的感觉呢，你们站在台上就很有精神，很好看，所以老师非常非常喜欢你们，然后请你们继续加油。好，谢谢老师。徐子云厉害吧、啊、厉害吧。我只是长在衣服里面了。王志平老师，请。今天这个歌你知道是什么曲风吗？它的节奏不知道。哦，其实呢英文叫做 funky， 中文叫做放克。
哦，就是它有一种很独特、很强烈的切分的这样子的节奏的东西。因为我觉得呢，如果是你真的是像我们评审都认为你应该是吃这行饭的人，我觉得你现在就要开始要听很多啊，因为你比较像是要唱跳的歌手，那你更应该要听更多有节奏性的东西。否则呢，以你今天就是以你这样的，我们把你当作是已经是成年人的标准来看的话，其实你唱今天唱这个歌的节奏呢是完全是不及格的。因为你唱得太黏了，你没有唱在这样子的节奏上面，觉得呢你应该要再多听更多东西。好，谢谢老师。是，好，这个一万块到底是属于谁的呢？奖学金呢？嗯，好，我们今天刚刚投票是从徐景仁开始，接下来我们从陈英杰老师先开始。好，那今天我给这一万块是给谁呢？我给子云。吓死了，已经有一票了，有机会了哈。来，王志明老师请。那我就给这个自装费最高的雨静，好，他也花了不少钱了，一对一喽。现在呢，丁小虎老师请。好，我这一票呢，我要投给子云。子云，恭喜子云两票。哇，机会来了，机会来了。哎，如果同分的话，你还是可以拿到一万。他现在两票啦，现在两票啦。对，来，洪敬尧老师请。我投给咖啡小公主。中恩第一票，剩最后一张票，我们一定有的嘛。对呀、啊，你看你是两票，恩第一票，张雨静一票嘛。好，徐景春老师请。哇，我可以有四票吗？你是不是要加上去？他还是一样啊，还是一样啊。总的来说，我今天会投给的这位呢，是眼神很沙，走路有气势，转圈的时候裙子飞起来，可爱的不得了，然后拍子很稳。今天唱歌真的一流，很棒。总体的，这位是徐子云。徐子云得到三票。没有，他今天拍子真的够准的了。对，平常比赛哦，哩哩啦啦啊，哪有啦？今天真的很准，对，惊为天人。而且敲门敲得很大声，理直气壮，可能跟他心里的那个人有关系。对，敲得很用力，很气那个人哈。现在终于他有暗恋的对象，恭喜你获得一万块奖学金。恭喜徐子云。自己还会站出去啊？对，都不要人家 Q 啊！我们都没 Q 他。你们都很棒，是的，谢谢四位，谢谢你们带来这么精彩的表演。好可爱，接下来进入。